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教早，让咱做个参考来看。撒母耳记上卷二十一章十三节，就伫众人面前改变了平常的举动，伫因的手下加点讲，伫城门的顶面乱写乱画，和嘴烂流伫嘴手的顶面。这是一段代笔伊人生中间伫刁难内面的经历。在这段里面，让咱看见到现主时，咱有一挂人常常真爱计较，为着小块利益，在迄个所在里啊拍算，最后不但无得到应该想要得到的，反倒等和周围的中间的人非常的讨厌伊。遐里真无真侪物件，你若是卖遐计较，你反倒等会当得到利益。有当时假糊涂，这是真正上好的手段。当代笔一闪撇着扫罗，到到着加特王阿杰遐时阵，和阿杰的心腹来看破着伊的身份，总是咱看见代笔，你这个时马上就参照咱常常你讲的假笑，所以伊就会当逃撇着这场的灾难。有表面上看起来戆戆的人，其实有当时伊背后是非常精明的。因为因知影要安怎哩危机的时阵保护家己，和家己伫过程的中间得到上大的利益。有当时有一挂人看起来非常的牛，但是大行拢总哩计算，啊，大行拢总哩计较的时阵，反倒等拢得袂到因想要得到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一个人戆甲无戆，唔是看钱嘛，那是必须用长远的眼光来判断。其实有当时阵假戆，嘛是一款的策略。不但会当出奇得到胜利的效果，反倒等伫关键的时刻，咱电台咧讲的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所以，迄个姊妹，咱唔通互人，咱唔通一直惊讲互人看无，惊家己表现了无好，互人看袂起。有真侪时阵，你坚持的时阵坚持，唔通坚持的时阵，咱嘛应该参像代笔安尼有智慧，敢唔是？做伙三个，咱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讲，阮着爱灵巧，亲像蛇。主啊，但是阮也愿意伫你家己和阮的智慧中间，知影是为着保护家己，知影是为着伫信仰的道路中间，知影要安怎徛在，帮助着阮，和阮做阮三家伫主恩惠中间，每一日拢会当依靠你来生活，也通过着圣经中间的人物，和阮知伫现实的生活中间，阮要安怎来应对，不但和阮知，也和阮会当应用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家里的一家。